用到嘅，点会用唔到呢？好，第一个 go， 我哋有波斯王子啦，避咗，挡咗，挡咗，得咗，嗱，勾打法啦，成功咗，一勾开头打啦，啱啦，就系咁啦。第二个 go， 好好用嘅，我自己觉得就因为勾唔勾得中都打得到嘛，中咗啦。第三个 go。你不需要計算他不中之後怎麼辦，而是一定會可以打到，又得了，我見到他都打到了，是的，是四個 go， 勾不勾到都打到的，避了，擋到，擋到，戒到，好好，第五個 go， 避開了，啊，慘了，好重型啊，是的，打甩了，好彩系中人，好彩系咪中人啊？哇，头先嗰嘢系波斯王子斩嚟噶，如果你中人就大镬啦，同你讲，系六个高，啊，中人啦，咁先，系佢个金啲，佢嗰个金啲，系七个高，挡住咗，避开咗。哎呀，哇！佢打中我手腿之后，再打中佢人，系好犀利啊！呢只揿住嗰支刀嚟打嘅，一只手我讲紧，俾翻个高，好夸张啊！成件事力根本唔系一只手嚟嘅，唔该。系啊，即系黐咗剑之后，佢都可以揿住你嚟发力。唔喐佢咯，得。但我佢勾打法啦，佢勾打法啦。一系我缩咗落去啫，系啊，唔系我背喐你啊。第九个高。切噶，佢一路水，佢一路水喺下面就系唔俾你埋嚟咧。但系佢都系，佢都系埋嚟。跌咗佢只脚嘅时候，我都甩咗个头。我系十个高，系我都中，系揽炒啊！我依家咁样摆，系挡住条颈先喎。应该系个间体个拳盾嚟。系啊，十一个高，佢上次当拳盾用啊，伸咗出嚟。挡到挡到，喺破防，十二个高，哇！你睇下老鱼已经完全系揸开晒，我点咁？开始就揸到清官啦，对住佢。系咯，已经完全放弃同你打技术啦，同你斗扭力算啦。好啦，转翻架撑啦。勾打法都勾咗佢咪斜我人数，十二个高挡住，系冇事，中啦，好，十三个高中咗，好，得咗手，我见阿康想勾佢，勾两次都勾唔喐。系啊，佢长拳啊嘛，十四个高拉埋噶啦，佢转咗之后。啊！惨 ，double Q， 十五个高，石。中啊，削咗入去啊！好，十六个高，阿康就个头吃咗少少，挡住，系啊，挡住啊，坑一声啊，听到啊，中头，中头，咁长嘅佢，十七个高，阿康好长，可以打廿五下，俾阿老鱼唞唞。系都挡唔到佢个。系勾打法，勾打法，系勾打法就系勾唔勾到都打得啊嘛，十八个高。哇咧，挡住咗，但系冇挡到啊！佢中咗之后冇埋佢嘢。十九个高，我以为个手挡到。好打到二十个高，挡到卡住。哎呀，俾佢过咗啦！有啲限制有冇人噶？少少啦，但系你赢啦。
系啊，我呢刮落去，呀哥哥，哇，惨啊！廿二个高，睇到都痛啊！呢啲叫，哎呀，中咗，系廿三个高，系、哎、佢爆头啦，老余赢啊，赢翻次廿四个高。哎呀，中腳一個中頭，好拉屎，又換又換又換，好，好，反正頭啊，係啊，雙雙架撐啊，大佬，啊 ，double 波斯王子，我未開始喎，大佬。廿五个高，哎呀惨！我见阿老余已经放弃啦，一俾佢棘住一支之后，直头自己闪埋一边。第二轮第一局高，哇，好硬啊！打落去，哎呀，炒咗啦，炒咗算赢。系啊，第二局高。你打落佢個攬型護手打唔喐噶，阿康真係醒啊！攞個攬型護手當盾用，係啊，擺出面。一個落咗未盾啊？係啊，係三個高。整個雞絲有幾難啊？你要冚喉佢嗰隻手，哎呀，大鑊真係。你中兵最冇事啊，好事。係啊，已經叫唔使死啊！你要冚喉佢嗰隻手先得，第四個高。頭喺冚喉，但係你打咗個。佢好系不断用嗰支嘢扰攘咧，吸引咗你嘅注意力啊！第五个高，好危险啊！好危险啊！冇事啊，把刀打咗落地两，哇！你避开咗，你避开咗，有两，你知唔知你踎咗两只有两把嘢喺你头后顶入面过？喂，呢、這个要做指法，唔系讲笑。第六个 go， 哇破防！第七个 go， 章鱼手入咗，好靓仔。第八个 go， 哇呢三个好靓仔啊，老余。你冇力啊！惨啊！中咗啦，中咗。中咗啦！我好彩生得快，又唔系打蛋啊。系又一个打蛋器。第九个 go。等阵要记得帮阿老余整翻啲 GIF 先。哇！你突然之间擅入上身喎，咩咩咩诶，嗰啲个雷之呼吸喎，嗱你十个高，嘣一声冲埋去喎。哇！惨！你系打到佢噶，不过咧佢仲有一支嚟嘅，佢仲有一支嚟噶，十一个高。擅入上身啊！雷之呼吸，好，正常翻啦。直接用呢支，直接用呢支好。慢慢啦，唔急，俾阿老余唞下先啊！一路短打长，好辛苦噶佢。挡到，喺反击成功，好 ，last round 啦，挨过啦，老余，恭喜你啊！见岸啦！哎呀，你插埋去揽插，我仲病啫，我冇。哦，好，咁你赢，好。得罪咗佢之后，我缩翻嚟都变到咗我个命。好，几好几好，打完啦。